雨桐，该回来那边危险啊！雨桐因为椅子上一直在吃抗排斥的药物，如果没有度过危险期，就沈明君，你这副亏是律师啊，话术跟演技也太好了。玉洁，你心动了，对不对？我想，应该是有人动我手脚。那雨桐，你跟高明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啊！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中视频道《钢铁之心》。